游戏播出迈向第五年，全新主持人阵容亮相，记者会正式宣布由圈圈和豆花妹加入主持。全新的组合将为节目带来不同的火花。小时候只是看你们的节目长大，所以我自己就是觉得说我可以亲临现场来玩这个游戏，然后跟这次算是一个大解放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的担心肚子饿。担心肚子饿，对，非常的担心。没有啦，经过激烈赛制，最后是8-2，由圈圈和豆花妹蔡黄如脱颖而出，拍板成为主持新血。跟他们搭档的饥饿三帅都表示非常期待，就是说，遇到克星或是遇到对手的感觉，他们反应是非常快、非常直接的。饥饿游戏女主持争霸战特别企划，每位女艺人都是卯足全力，高潮迭起，热血沸腾，将在4月18号及25号连续2周播出，精彩内容请您准时锁定。